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ustin， 我是林老师。那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吉隆坡之旅。那现在来到了是马来西亚的亚罗街夜市，要去体验这里当地有名的黄雅华小吃，也就是鸡翅啊。这个是五月天有来过的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品尝看看哦。好， Go， 好 ，Go。我们要吃那个鸡翅的样子，对，4-20。有毛果鱼吗？哦，那我们逛的差不多了，然后这条街我觉得非常热闹，很有异国风情，然后这里的东西我觉得都蛮不错的，就是跟台湾的夜市比不太一样。哦、oh, good， 好，给人喝看，来，好喝好喝，真的好喝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吃吧。你每一个都赞。哦，这个酱真的很棒。是酱好吃吗？鱼也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饭店的51楼，然后来后面看到的是游泳池，然后是电梯。他现在呢正在电信塔的前面哦，这个呢是吉隆坡最大的电信塔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无边际泳池，真的很漂亮，就一眼就忘记了呢。而且呢，这个饭店的最好处就是它离这个 KLCC 这个双子塔非常非常的近。
特色。哦，这汤好喝。好喝。真的没错。味道 OK 吗？我有酒的味道。再喝一点。再喝。总统府。接下来看到这是清真寺的内部，上面有一个圆色的圆顶，然后看到四周围其实有些人躺在那里，他在感受阿拉的气息。那有不少人在这里打坐，也有不少游客呢在这里哦，这个一起冥想哦。那其实整个地方哦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哦。各位看到有蓝色那一尊吗？那尊这一尊吗？对，请问是这一尊？是，就是有四只手在这上面，然后那个蓝色皮肤，它就是印度的湿婆神。那请问中间的这位第四天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位吗？对，没错。不用，终于到了上面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往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石灰岩的洞穴。然后呢，石灰岩地形有哪些呢？有钟乳石、石笋，还有石柱嘛。哦，你看它整体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壮观哦。那这个洞穴呢，过去哦是用来收集鸟粪，后来呢变成印度的寺庙用来祭拜的。那过去呢，这个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嘛，华人，然后印度人，还有马来。那这是马来人过去用来收集鸟粪的地方，但里面有很多的商店，刚刚我们也在挑选这些纪念品，然后再往前呢就有神庙。为什么要收集鸟粪呢？主要是因为农业用的肥料哦。这也是著名的马来西亚肉骨茶店哦，我觉得口感呢跟台湾的肉骨茶不一样，很值得来试一试。这里是最热闹的市中心，也是马来西亚第一间设立麦当劳的地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马六甲，那后面看到的是那个喷水池，这个红屋就是他们的特色。那这个喷水池其实蛮酷的哦，我记得它应该是伊丽莎白一世然后建筑的。对，因为这边呢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。我们骑着三轮车到处在马六甲的地方乱走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呢过去哦是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地方，然后呢在这里经商，然后这里的人对郑和的印象就是一个中国来的商人。你看郑和很帅吧，他就是这个是米糕，然后里面有放椰糖，他吃的时候可能会爆浆。哦，很不错，可以。沙爹猪绿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看到的沙爹酱，然后猪绿是指把东西浸泡在里面，就是我们的火锅的概念啊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把一串一串的食材呢放进这个沙爹锅里面，然后把它浸泡到热。那一串呢，大约折合台币1.6块马币。那如果换算台币的话，一串大约10块钱台币哦。
来讲一下你对这第一次出国的感想好了。坐飞机会害怕吗？不会，很开心。很开心哦。啊、那因为有飞机餐可以吃。有飞机餐，所以你最喜欢飞机餐吗？嗯。好，啊、那不错。咖喱不错啊。那你这次对马来西亚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还有那个鱼头米粉哦，所以鱼头米粉你好像很喜欢，你全部吃光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那你对那个市区的印象是什么？就是五级免单，很热闹，而且还有其他人在唱歌，还有那个百货公司。那最后有没有想对观众讲的话？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哦，太棒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